그렇지, 형의 똥 쪼이. 이놈의 땅. 不小心可能钓到海里，用鸡钓到大鱼，然后又拔掉鱼钩，然后放回大海。你看他嘴巴被鱼钩钩到，就很痛苦了呢。但是有把那鱼钩拔掉，然后再把它放回大海。钓到那么大的鱼，还拉不上来，很危险的。钓鱼是有危险的，不要杀生了。没有杀生的话，恐怕也有带给众生痛苦了。还有到海边、到水边都还是有危险的，有的会被抓交替的，会遇到漩涡啊，或者是被海浪冲走了。都是有潜在的危险，要赶快得口梦圣道三宝心法，要得过口梦圣道三宝心法，所以遇到那个抓交替啊，鬼在抓交替啊，能够逢凶化吉啊，遇难成祥啊，躲过一劫啊，躲劫避难啊。